魏璎珞被告发就晒高贵妃，人赃并获，傅恒喜欢璎珞，你分明就系心怀妒忌。我系妒忌，咁又点？内廷宫女同御前侍卫私通，点解而家唔为自己辩解啦？真正拆散你哋嘅系边个？系乾隆。从今以后，你唔好再嚟我呢度。延禧攻略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